We must stop purchasing now. I got tailed by the MSS. Chao. You know that you failed the mission, right? Come on, let's be honest here. We all know what's going on here. You and I both know that this mission you put me on is nothing but a success. Chao, are you out of your mind? Don't tell me that you cannot get my material out. The minerals are all fine. You just wait. I will try my best to pull you out after this case. Okay? Okay. Okay. 呀、yeah. ，Yes, it's me. Keep up your work. Chao has already finished his mission. But remember, always make sure to watch your back. According to Chao, the MSS may already be ahead of curve. Got it. I think I know what to do.你好，我们是双旗市公安局的。你好，我姓张，张宇，雨水的雨，临海市局侦查科。安静，这里都是消毒水的味道。对，整辆车都被绑匪用消毒水冲过了。这么说 ，DNA 样本应该已经被破坏了。根据你们的情报，我们排查附近区域找到了这辆车，但嫌疑人已经换车逃走了。这附近没有摄像头，估计是提前踩好了点儿。有其他线索吗？伍思威。滨海本地人，是个惯犯，刚放出来半年不到。能确定吗？嫌疑车辆经过收费站的时候，被监控器拍到了司机，他做了伪装，但脖子上的项链太明显，应该错不了。能定位到他现在的位置吗？我们的技术人员在用天眼系统搜索，但他一直没有露面，只能再等等了。我们能进去看看吗？这是我的同事蒲凡夫。你好。别介意，他就这样，话少。来。好，那就这样吧。啊，注意安全，随时联系。嗯。什么情况？傅大勇带来了，在审讯室呢。按您说的，没给上铐。状态怎么样？比昨天好多了。我们现在掌握了一名犯罪嫌疑人，但是线索有限，形势并不乐观，必须尽快让他开口。是。乔西窗的情况怎么样？一直在酒店，完全没动静。现在是小李他们在盯着。啊，走，我们先找傅大勇谈谈。
哎，领导，我闺女有消息了吧？最起码得知道她关在哪儿了呀。我明白了，你们这是连我姑娘是死是活都不知道。现在只能告诉你。 我们在全力营救当中。傅老板，那批矿石还扣在海关，对方拿到货以前是不会伤害傅梦瑶的。我都跟你们说了，只要是把我闺女救回来，我什么都告诉你们。你知道吗？现在多一条线索，你女儿就多一份平安。你想过没有？ 你现在这么做是保护犯罪分子，是替他们打掩护啊！您说的这个我也想过，我不是不想帮你们，可是我真不敢冒这个险的。万一走漏出去这消息，那我闺女可就没救了。这种事儿啊，我不是没见过，真走到了绑人这地步，啊，那是做好了打算真干撕票了。你说，我再给你们透露点消息，你们再去抓几个人，那这事儿还能瞒得住吗？那我姑娘还能活吗？ 傅先生，我想问你个问题，你老实回答我。万一傅某瑶真有个三长两短，你准备怎么办？真要是敢动我姑娘，老子就是豁出去倾家荡产，也得弄死他们。先不说你这个打算本身就是违法的，我问问你，你怎么弄？ 除了那些联系你的人，你还知道背后都有谁吗？凭你的能力跟资源，你查得到，你查不出你怎么弄。所以，现在不是说硬气话的时候。我明确的告诉你，傅墨瑶要是真出了事儿，你什么也做不了。这辈子剩下的时间，你只能后悔，后悔自己没早点跟我们合作。 你喜欢讲江湖逻辑，那我也不跟你谈什么配合破案的义务了。我就跟你谈谈交易，你有线索，我们有资源，配合起来就能顺着挖下去，把所有涉案人员一网打尽。你们这意思我也明白了。看起来我姑娘是没劲儿。当然不会，我们一分为二讲啊。 你交代的线索，很有可能为解救傅梦瑶提供帮助，提高她的生还概率。她的平安是你最关心的吧？与此同时，我们还能根据你提供的信息，尽快锁定所有涉案人员，避免他们逃窜。这样，以后你也不用担心自己跟傅梦瑶遭人报复，对吧？ 如果你拒绝配合，那就会出现最坏的情况，我们没能及时得到充分的线索，导致犯罪分子逍遥法外，同时，傅梦瑶真的可能遭遇不测。傅先生，到了那一步，你刚才还说什么弄死他们，这不都是空话吗？自己骗自己啊！ 中间搭线的那个人叫杨迅，杨迅，真想不到是他。宋局，先抓了再说。先去我办公室。我们排除过杨迅的嫌疑。苗飞提供的证据证实，杨迅的那些来路不明的资金，是通过虚假报销从鼎华挪用的。 您是担心苗飞在这件事上撒了谎？要是这样的话，苗飞一定有问题。现在抓捕杨迅，很可能会惊动他。可杨迅随时有可能逃窜，这样放着会不会不太好？
逮捕杨迅之前，我们先要把思路理清楚。你坐下。当初苗飞提供的那些证据，你们核实过吗？马上对苗飞提供的那些报销凭证做了鉴别，确定不是伪造的。嗯，而且这些票据的时间跨度长达两三年。时间的跨度有两三年，那么假设苗飞跟杨迅是同伙，当他知道我们开始怀疑杨迅，就以贪污公款为名，把杨迅赶出鼎华，实际是在掩护他，替他洗清嫌疑。要这么说的话，那他们两三年之前就开始设计后路了。那这行动逻辑也太缜密了吧。苗飞认识周恋也是两三年之前的事。开始进攻之前先想好防御的策略，这帮间谍完全有这个策划能力。我认同您的观点，但是关于苗飞身份的问题，专案组从来没有放松过警惕。每次安科找他谈话或者寻求协助，其实都会顺带着测试他。另外，马上那边一直在进行着观察和试探。要想同时瞒过他们两个人，这苗飞伪装的手段得多高明啊！你的意思是，如果我们把对手想得太完美了，那我们就只能固步自封，什么也动弹不了了，对吗？是。但是你别忘了，傅大勇没有理由撒谎啊，他这个时候牵出杨迅，那他一定是间谍组织的成员。如果他离开鼎华的时候身份是干净的，那么这才过去了多长时间啊？这么快就跑去给间谍组织卖命了？宋军，我觉得不是没有这种可能。你根据什么做的推断？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要到哪里去？我是杨迅，我是一个身上有职场污点的人，我是没有公司敢录用的人。我从哪里来？我曾经是鼎华的中层，职业光鲜，收入也丰厚，而且我是庞一山的心腹，前途一片大好。我也曾经春风得意，各种享受都体验过，但是一夜之间，突然都被夺走了，甚至还负债累累，身上还背着官司。我要到哪里去？我肯定想找回从前的生活，但是我差不多已经是个中年人了，而且身上还有职场污点。通过正常途径，恐怕很难翻身。所以说，哪怕是铤而走险，哪怕是违法犯罪，也要冒险试一试。确实符合逻辑啊。不过，加入间谍组织和挪用公款，毕竟不是一码事。杨迅真敢冒这么大的风险吗？在我看来，杨迅已经算是身陷绝境了。要是再有人怂恿，那还真的很有可能。不过，潜伏在鼎华公司内部的那个人，也确实能够第一时间掌握杨迅的动态，并适时的加以利用。我们的分析啊，只是一种可能性，并不能完全排除苗飞在这件事情上的疑点。但是有一点可以确定，我们抓了杨迅，就可以牵出策反他的那个人。你必须以最为隐蔽的方式展开行动，不能惊动包括苗飞在内的任何人。明白。先锁定他的位置，等我命令。进行抓捕。是。哎，杜马，大有进步啊。都是宋局教的好。别拼。哼，就。是。
各小组注意，目标马上出现，别跟得太近了。这比我想象的容易很多，只需要这么跟下去，就大功告成了。兄弟，你们滨海局效率挺高的。马上，我越来越觉得你说的有道理。什么？我们的对手越来越蠢了。这个案子这样下去有点不太对劲儿。我们先把傅慕瑶救出来再说。谁的人？这个不是我们的人，说我。各小组注意，立刻收网。滚开！没事吧？没事，交给我。想不到你身手还不错啊。还行吧。我告诉你啊，下次这种时候我不需要你挡在我前面，我就算自己受伤也不想看到你受伤。啊？没什么。来，东宝。一直没动静。没有。啊，看他那样，我还真以为傅大勇冤枉他了。姚迅之前挪用公款，不是还欠着鼎华一大笔钱没还吗？嗯。已经核实，两天前突然还上了。刚好就是在傅梦阳被绑之后，傅大勇出货那天。嗯。宋军。已经清查过周边可能存在的监视点，排除了隐患。我安排了两组人待命，完全有把握随时将杨迅带走，不惊动任何人。嗯，很好，执行吧。是。你那边怎么样？那几个人也是刚放出来的，吴思卫跟他们在监狱里面结了仇，今天纯粹是碰巧撞到了。手机呢？完全没有相关的通话记录，他们团伙之前应该使用专门的手机联络，他没带在身上。这么跟耗下去不是办法，他明显是出来买东西的，要是回去晚了，同伙怀疑，对人质会非常不利。那他死活不开口怎么办？先晾着他吧。一会儿我们再试试其他办法。现在怎么办啊？别着急，总有办法的。还有啊，你下次能不能别这么冲动？还好这次只是肌肉拉伤。那不然怎么办呀？你这小胳膊小腿又靠不住。
我真的在你心里就这么肥啊？没有没有，你是智力型，智力型。哎。哎哎哎，轻点，轻点。疼吗？我这还真是头一次，看来真是不年轻。所以啊，你真得考虑考虑个人问题了啊。其实我们只是太累了，连着熬夜。再说了，对方块头这么大，要是换我来这么一下，肯定比你严重多了。你看，所以啊，我还是得靠我保护你。是是是是，安哥最厉害了。怎么了？感冒了？有点着凉，小感冒。你等着。怎么还会有人随身携带感冒药呢？我妈非得让我带，我刚开始还说了不带，幸亏带了，这不借花献佛了吗？我就知道你没那么体贴。刚才你说，就算受伤，你也不希望我出事儿，这是什么意思啊？我不是替你爸爸照顾你吗？啊，仅此而已啊。啊，嗯。这儿有 WiFi 吗？你要 WiFi 干嘛？我要给我妈妈打视频，每天要跟她报平安。行，我一会儿替你。哎！他的手机呢？怎么了？他手机上没有联系方式不要紧，理论上来讲，他每经过一个 WiFi 信号源，手机后台就会自动存下地址信息，滨海无线网络覆盖一定不会低。我们可以通过这些信号源拼凑出它的活动范围，可以试试。小张，还需要多久？稍等。说不通了，他这两天常去的几个地方都是城区最繁华的地段，不可能把人囚禁在这种地方。去看看他的鞋底。为什么？你是怀疑他们藏在地下？你要干嘛？下水道错不了。交代过了，钱我已经还给振华了。他们说我还了钱就不会起诉我的，真的。少在这避重就轻，我告诉你，傅大勇就在隔壁的审讯室。不要有侥幸心理啊，就这个东西就是重罪。好好配合我们工作，给自己争取点机会。这个文件是我给他的，我承认。怎么了呢？怎么了？伪造的。
你在鼎华工作了7年，可不跟我说，连这东西真假都分不清啊？我不知道，我真不知道，我不知道这个是伪造的。傅大勇女儿出国留学的事儿是你张罗的吧？是还是不是？是啊，这不犯法吧？绑架还不犯法？傅某瑶还没出境就被绑架了，这是早有预谋的犯罪。杨雪，你身上事儿大了。绑架？你可别说你不知情。我真不知道，同志，我真的不知道，不是我干的，真的。那谁干的？我说，我什么都说。同志，你们想知道什么我都交代，但是你们得相信我，我也是被骗了。我是受害者，真的。骗你的是不是他？不是，骗我的那个人叫和平。这下去是下水道的检修通道，通道两边有很多设备间。如果你们的分析没错，人质应该被关在里面。已经摸清了人质的位置，他暂时安全。一共有3名嫌疑人，其中疑似两人携带武器。有把握吗？没问题。行动吧，请务必保证人质的安全。是。我们不进去吗？放心吧，他们是滨海公安最精锐的队伍，从没失过手。报告，人质解救成功。人质解救成功。宋局，来，快坐下吧。啊，来。2天没睡了吧？撑得住吗？没事，车上睡了一会儿。我先向大家简单报告一下这次出差的情况。在滨海市同志的帮助下，我们成功的解救了人质傅梦瑶，并且抓获了绑匪。绑匪就是陪同傅梦瑶出国的张秘书。如贺子轩发现，在傅大勇送自己女儿出关后的2小时。张秘书抓住了孩子不想上学的心理，成功的欺骗了他，并且让他关机离开机场。最后抵达滨海市时，又带孩子到处去购了物。那在这样的情况下，傅梦瑶与自己父亲通话的过程中，谎称自己已经到了英国。这次解救人质的行动非常成功，我们都要学习马上和安静的这种工作效率和默契啊。我简单的介绍一下杨迅的情况。他坚称自己是为了偿还鼎华的债务，拿人钱替人办事，其余的罪行一概否认。前面通过他的交代，我们配合公安部门成功的捣毁了一个地下赌场。而且他再三强调不知道傅梦瑶会被绑架。他承不承认也不重要，光他伪造开采权限这一项已经足够拿下他了。现在的关键是他和傅大勇的供词能不能一起指向乔西川？傅大勇跟杨迅一直是单线联系，他从来没有见过幕后的人，只通过手机进行过通话。还有安哥上次说的那个，手机上除了傅大勇的指纹之外，还有第二个人的。我们拿了和乔西川的做了一下比对，指纹不是他的。和平呢？身份是假的，公司是空壳，出了事之后就蒸发了，完全找不到下落。那有没有可能是乔西川假扮的？这个我们想过，也对比了杨迅交代的跟那个人见面的时间。乔西川确实有可能利用双重身份与杨迅接触，但我们找不到证据。
贺轩，你把杨迅跟和平见面的视频调出来，对比乔西川出入鼎华的视频。我记得天眼系统除了可以做人的面部特征识别，还可以进行体态的识别，对吧？嗯 ，OK， 交给我。怎么了？小事，肌肉拉伤了。啊？怎么弄的？这两天执行任务的时候，没事，过两天就好了。这马上怎么回事啊？抓人怎么还让你动手啊？特殊情况，你好好开你的车吧。啊，对，你们这趟来回够快的，才两天就把人质给救回来了。听宋局说。这次在审问傅大勇还要抓捕杨迅的时候，你起到了关键性作用啊。那是，也不看我跟谁学的。哎，等这案子结了，送你到省厅培训半年吧。为什么？我觉得你有潜力，还能再往上走走。不去。市局侦查科本来人手就不够，我一走半年，你们怎么办？这边你就不用操心了，我们自然有办法。那我也不去。你在哪儿，我就在哪儿。工作这么多年，我都习惯了。就贫吧你。对了，静姐，现在你也知道了，乔西川很可能跟你爸的事有关。真到了抓捕的时候，你可千万控制好情绪。你真觉得乔西川跟和平是同一个人？很有可能。从头说起的话，因为安静父亲当年那个案件，咱们不是怀疑和乔西川有关吗？对，当年跟苗焕阳接触的那个徐鹤也是十年前消失的，跟乔西川出入境的时间相吻合。你当时不是推测这两个人有可能是同一个人吗？虽然这看起来只是一个巧合，但是咱们有没有想过，如果乔西川，他可以伪装成有30岁年龄差距的人，他想伪装成和平，岂不是更容易？不一定。如果天眼系统真的确认和平就是乔西川假扮的，那么徐鹤和乔西川是同一个人，也不是没有可能的。直接也好，分析也罢，不管怎么说，就看系统什么时候得出结论了。只要有足够的证据支持抓捕，剩下的事情都可以通过审讯解决。
有情况，是乔旭乱的房间。 晚餐到了，请问您放在哪个位置？就放那边吧，我自己来。好的。 Surprised. You should know who's behind all this. You won't get away. So long, my friend. ，一切正常。刚才有一个送餐的服务员进了乔西川的房间，很快就空着手出来了。科长，咱们还不抓人吗？正在比对信息，应该很快就会有结果了。通知各小组，做好抓捕准备。明白。 宋局，比对结果出来了，和平就是乔西川本人，立刻执行抓捕，务必保证目标的安全。是，行动。是。 也许没有人知道你的名字。
就绽放出最美的样子，燃烧青春，直到所有黑暗都消失。也许没有人记得你的样子，像千千万万个和你一样的赤子，只为守护暴风眼中的那份平静，哪怕付出生命也永远不忘初心。你说这辈子最荣耀的就是可以默默守候这片土地的哪怕一生无名。